场一出来的 Hyatt 酒店，哇，非常雄伟呀，壮观。Airport， 啊？嗯 ？Like this airport？ Yeah。Don't even want to talk about it。哦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是租车公司排队呀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人排队的。哇，这个是一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呼，说明现在那些人疯狂往这边来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往佛州这边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些人。哎呀，惨了惨了！等一下，我们可要等很久很久啊！哇 ！This line for budget? Wow, look at this! Look at the people! 哇！刚才在飞机上还没有感受到这种人挤人的那个拥挤啊，来到这里看到这个租车的情况才感受到。那真的很恐怖，你看那些租车的人，可怖！哇哇哇，看不到头啊！这个队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？啊，好像每个人都是刚放出来一样啊，刚解放，迫不及待往佛州这边跑。特别是很多小孩子，很多小孩，我们在飞机就感受到了很多小孩在哭，开始还没有意识到，来佛州嘛，迪士尼嘛，肯定是小孩子为主了。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看不到头啊，看不到头，哎呦，我老公在这边。哇、wow, 你等好耐喎，咁样搞法。两个钟头。两个小时要等，天。Good days. These are the car waiting for the car rental. Wow. 什么个情况？看来买什么都要抢啊，在佛州。人心所向，为什么大家都要往佛州跑？第一天就这么挫败呀、啊！刚到，本来以为来这里可以吃顿好的，结果因为要等这个租车，不得不吃麦当劳，而且还要排队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的队伍的麦当劳。My goodness， 你看，真是，这也太挫败了吧！而且整个 food court 它只有这个。麦当劳跟这个熊猫 Panda 这两家开，其他都关掉了。现在晚了吧？这里的人怎么回事？人这么多，他们也不开，不在乎这个生意哈。Finally, the car comes. Check what? The 这个是我们租的 Airbnb 豪华公寓。OK。
进来，四个房间，八张床。嗯，这个是第一个主人房，然后这里是一个 master bedroom， 有人在里面不方便进去。这里是 here's the kitchen， and somebody is lying here dead all right with a smile. Okay, you're forgiven. But you're on my way, you know, I have no choice. Okay, I'll do that the rest tomorrow. Because outside, there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there. 这个是主人房的厕所、洗手间。这是二楼，上去二楼，这个房间有四个卧房，八张床，然后四个半厕所，非常的豪华。这是另外一个主人房，然后这里还有个电视啊。然后这里洗手间一样的配备，然后是哦，这里蛮漂亮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诶，这里还有一个吊吊椅，在这边荡秋千，早上起来可以。这里还有一，这什么呀？这个什么什么玩具？哦，乒乓球，哎，可以打乒乓球 ，mini 乒乓 table。Interesting。好，这是一个洗手间，有人在用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bunk bed， OK， 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 full bath， 漂亮，个 shower， 淋浴，然后呢，这里另外一个房间 bunk bed， 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 big closet， 但这个房间没有洗手间。有人在用，这就是这个，他们在用这个。今天来这个超市，早上来这个超市来买点东西，回去做早餐，因为那个度假屋非常什么都有，非常方便。我们看一下佛州的超市是长什么样子的，是看到就是要戴口罩。这个就是社区的超市，比较大型的，早上还没有什么人。我们看一下那边他们卖什么，好多面包哦，看一下那边的水果，
苹果也放得整整齐齐的啊。哦，你看这个橘子也放得整整齐齐的。有什么我们那边纽约没有的吗？好像也没有哎，他们有的我们那边也有。哎，这种梨比较少见。都一样，我们都吃着同样的东西。这一种洋葱长长的，我纽约没有见过。嗯，这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招待我们这么多丰盛的菜，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游泳池又特别漂亮，世界地图。那啲都冇加建，就冇新装。哇！是啊，他们。这个小森林。后面都就是高尔夫球场。第十六号洞。哎，这个像人间天堂一样的啊，到处都是。系啊。呢度系根本上就系玩嘅，唔系。享受我们，口头都写起了 Happy Little Square， 就是开心的，就是开心的，就是利用这里的环境游泳。你看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小的那个健身的车子啊，脚踏车。然后它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打靶的 ，It's a target， right？ It's for。哦，这个边是小孩子玩的。那么久了，我们要看看。这叫享受生活，哎，这就叫体验被动的生活。我们在纽约 ，Peggy 怎么说的那么好？我们在纽约是被迫生活，这边是自愿生活。我们这边好了，被压迫的人来到这边解放了。是啊，隔壁还有。我喜欢他那个去啊，那个，你看那个 ，Pine 去多漂亮。九五粮液毛他没上市，他上市。哇，你看他珍藏这么久。就是。就是他是最早上市的。来试一下，一点点，试一下。你来到，我不会亮。那啤酒那边有啤酒。你这个。要开。要喝红酒。女士，红酒要来一点，这个酒鬼你们要尝一尝。有要喝红酒吗？先喝白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就喝一点白的吧。OK。啊，先喝白的。对，先喝白的。有什么讲究吗？没有。对呀。很香。很香，我觉得不差过苗那个茅台啊。对，酒鬼是曾经比茅台更贵，它最早的时候是第一贵的酒，中国比茅台贵一倍，后来就因为。假酒太多就被打掉了。哇，这个是后院呢，好漂亮哦。这是一个什么湖？人工湖还是自然湖？但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看得到。就在眼前，这里的度假屋的格式都是这样，一个后院。
地上有很多蚂蚁。Yo, the water's hot. Water is hot. The woman is hot. It's 7 times more. That's a lot. 7 times. 7 times. 哇，怎么享受这个佛州的阳光？对。啊，温泉。那时候很多老外给你留言。给你点赞啊。OK。哎，努力一点。哦，这个阳光挡掉是吧？怎么样了？这样，这样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两颗心呐、啊，不要太多了，我跟你说，两颗心人家接不住啊。我是双子座，肯定要给他两颗心。一颗是爱他的心，我是